先生，先生，你擦鞋吗？多少钱啊？一块钱，一块钱就把你的皮鞋擦得亮亮的。哼，太贵了吧？对，给我们打个便宜点。五毛。嗯。哎，便宜点，便宜点。免费我就擦。啊？怎么样？哎，对对对，免费我就擦。免费就擦。你们谁擦呀？啊？哎，你来。不行不行。你来。 只要擦的话，不免费，1块钱。 钱不是给你了吗？是给我了。可是我得说话算话啊。那一只是免费的，我得找你5毛钱啊。谢谢谢谢，大姐还是你讲究。我告诉你啊，以后不许这样了，该给人家钱就得给，听到没有？知道知道，下次我还来您这儿。行，下次来找我吧。走了，小小年纪以后学好啊。哎
好了，1块钱。好，小姐，谢谢你啊。哎，好，下次再来啊。好，哎，再见。擦鞋喽，擦鞋喽，1块钱1位。擦，哎，这位先生，擦鞋吗？擦鞋。哎，来来来，来。哎。但你这擦鞋好啊，还能看上报纸呢，看来你挺有经济头脑的。好了，哎，先生，1块钱。好的。哎，那，哎，谢谢啊。嗯。哦，对了，给你一张名片吧。来。哦。社会弱势群体法律服务站，严肃。嗯。您是律师啊？是啊。哦。以后有什么法律上的问题，可以直接来找我。好，严律师。以后要是谁欺负我的话，我就去找你。那好啊。好。好的。哎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好。哎，下次来啊。哎，好的。擦鞋喽，擦鞋喽。哟，擦鞋。好，小姐，擦皮鞋。哎，好。先生，听您的口音，是广东人吧？对啊，小姐，你是哪里人呢？我就是本地人。哦，本地人擦皮鞋，不简单的啦。擦鞋了，1块钱擦鞋了。喂，你好，好久不见了，过得去了。啊？啊？做个小生意嘛。小意思的啦，有钱大家赚吗？啊，好了，就这样啊。 OK。 先生，嗯，一看您啊，就是做大买卖的，这气质啊，绝对不一样。是吗？啊，先生，哎，有件事情我想跟您打听一下，行吗？没问题，说吧。哎，好。先生，您看看，这照片上的女孩子，您见过吗？靓女嘛。咦？啊，啊啊，她是我妹妹。哦，长得挺漂亮的嘛。那先生，您见过他吗？广州那么大，我又不是警察，当然没有见过了。啊，不好意思啊。没事儿，没关系，给您添麻烦了。没事，给我吧。没事。贝兜，贝兜，叫我妈。哎，帮我把这两捆菜送到我家里去。哦，爷爷，你家住在哪儿啊？我家住在前面。哦，在哪儿？在前面。哦。慢点啊，您。